我放学后呢就安静班没有时间了。那跟我一样哎，我还要上全才艺课，现在的小孩真是可怜。对。有没有在你那边？让我看看他的脸。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。我们正在进行休闲活动，恰调查的活动。第一，把学习在家最常做的，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有哪些？看电视的时候。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，随时记在心里。幸福传家的活动，请班上的同学和家长一起来。回家之后，大约能够花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全家人一起进行读报和跳绳，一起运动的休闲活动。读报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，跳绳可以锻炼我们的体力。就是我快乐的脸。老师说，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，快乐就会多一些。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，随时记在心里面。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，发现大家幸福的脸。但幸福是可以慢慢存起来的，我们每天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累积下来，我们的幸福存折里就会存到很多的知识和健康哦。我们都要很幸福哟。